欢迎收睇《黄昏天气》节目，我是庄思玲。一股较为潮湿的偏东气流今日影响广东沿岸，而从卫星云图上面亦都可以见到，香港附近一带的云量都几多下嘅。不过咧，间唔中亦都可以见到一啲嘅喇区嘅。而各区嘅最高气温就系介乎23至27度，天气都几温暖下嘅。我哋预计嚟紧两三日嘅天气都会系比较温暖同埋潮湿啊。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大致多雲，有薄霧和一兩陣微雨。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氣温會介乎19至23度，吹輕微至到和緩的偏東風，明日風勢清勁。雖然接下來兩三日比較温暖，但大家要留意星期二即是情人節的早上會有一道冷風橫過廣東沿岸，天氣將會顯著轉涼，而北風亦都會比較大。總結翻嚟緊嘅天氣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會係潮濕有霧，日間温暖。星期二咧，北風將會增強，天氣顯著轉涼噶。提醒翻大家啦，如果週末期間諗住進行一啲戶外活動嘅話，就記得要留意能見度會唔會影響你嘅活動，亦都要小心路面濕滑啦。如果參加咗馬拉松比賽嘅朋友咧，就更加要記得注意自己嘅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啦。天氣就同大家睇到呢度。再見。